自行车。来来，一趟全部拿下去吧。这不是，这，哦，你的。哦，那个半瓶水后面还有。走吧。我车胎砸了。没有什么其他的吗？你车胎砸了，走吧。今天这好热闹，天天。哎呀，装车，把车全部都装一下。刘哥的轮胎又扎了，什么情况？不到啊，这七八千公里扎第二次。第二次，那还可以，这胎没怎么磨损。上次是前胎砸了，这在城市里砸了。哎我去，这胎，对，坏了。今天又要修车，这个必须要换，这不换的话不行。我操！大活呀，这是车辐条又断了。这不换废了？昨天修车的时候应该检查一下的。得回看一下的。嗯。其他的还好。陈阳带着刘哥去修一下轮胎，车辐条要换，而且还要补一下胎。我们在这再等个差不多有20多分钟。小岛，等一会儿他们回来以后，我们再去吃饭。我的车子已经全部装好了，北北现在也在装车，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。半个多小时，刘哥已经回来了，把轮胎装好，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。现在开始下雨了，今天的雨比昨天的还要大一些，小雨绵绵的。今天是立秋，雨还越下越大嘞。小岛老板在这边资助我们出行物资、纸巾，还有茶水。怎么了？等会再走。啊？先去吃饭。吃饭。对，前面下大了，太大了，大雨倾盆，瓢泼大雨，出去不得浇透了呀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。这会儿雨下大了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回来取我们的车子，要不然没地方放，车子都淋湿了。今天在乌鲁木齐再吃一个正宗的大盘鸡，因为我们上次来吃这个大盘鸡确实好，你看看今天的和前天的一对比就有差距了。小马特色饭庄就这里了，上次就这吃的。那天我们吃的中份65，大份是110。你看这边中份是60，大份是110，价格都是一样的。这边是整鸡。哎呀，这大盘鸡，看这个正宗不？110块钱，同样的和。前天的一样，差距，这就是差距。知道什么叫差距了吧？你拿两个别的呀？看这个，整整两大盆，可以。这100%是整鸡，而且嫩。那天应该就很柴。嗯，老嫩了这个。活鸡，这绝对不是冷冻鸡，香。来干杯。来干杯。给俺们整点饮料啊！你说说，谢谢。俺们后娘养的，这是连个饮料都没有，哼，后妈，后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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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瓶，
嗯，这个鸡是真嫩。小鸡儿，我就让他们给我姑娘找个小后爹。可不大。另一边。哎，这鸡真好吃。第一次来吃，怎么没意识到这个是最好吃的鸡呢？嗯，因为你没遇到第二次这个味儿。你刚到吗？只有对比，嗯、还有那啥，就伤害了。落地就是大盘鸡，是不是？嗯。嗯。这个鸡，嗯，味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，真的。嗯、平时的话，真吃不到这个。这市区也许市区的都挺好吃的。嗯。确实都爽。嗯，我点了一次外卖，那个也。市区不会给你弄虚作假，竞争力强，所以说它在质量上、味道上追求要求比较高。哇，这土豆真好，这土豆老面了。嗯。百吃不腻啊，来干杯。嗯，这个好。嗯，太开胃了今天。拌点面皮子，要了四份面皮。嗯，又来了。哦，这回上齐了。把那个蒜拿来。吃蒜吗？嗯。解个力先。不行，我怕我收不住，把这一会儿全吃了。看，要不然太老味儿了。我给你两个。一块吧。吃饭要抵抗力高，要免疫力。对，晚上了。这会不下了，啊、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出发了。对啊。嗯。这还收拾啥呀？回去不就出发了吗？出发。鞋垫子搞一双，换上新的。有卖那个软的。软的。对，我搁网上买的，买那个穿着舒服。对，要防，一定要防臭。防臭。出汗太多了。哎呀，你走。这临走还得在小岛这里弄点油，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小瓶的，大瓶带不了，所以说就在这里装了一点。OK， 真的该出发了，我们真的该出发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再见，再见，祝你们生意兴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嗯。拜拜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了。今天这个立秋的雨啊，下个没完。又开始大雨点子啪啪打地上了，希望不要下太大，要不然真没法走了。今天又
午的六点钟，一会儿到了下班高峰期了，全是车子，太堵了。拐了。往左拐。主城区今天又骑了将近两小时，主要是主城区太大了，而且车又多，现在已经快进入郊区了，还有10公里左右到达今天的目的地。这一天天的小雨，接下来看样子是不会停了。天阴的好严重呀，今天晚上不会下大雨了。远处的山脉就是天山山脉，上面正在下雨，它阴的好严重。这就是第一天的秋色。前面的高楼，新疆大学，建的还挺漂亮的。以后的话可能会很热闹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建成，这一片正在开发。走错路了，走这条路，差点下去了。哎呦，新疆大学。要上大学，上呗。毕业就上大学。这是出了乌鲁木齐翻越的第一座山，已经到顶了。下坡5.9%，到顶了，接下来下坡，加油！这情况不对啊，下到底又要上，还要翻一个山头。那个山的话稍微平一些，但这个坡还是有点大。放坡时刻，哦，冲啊！小短腿跑起来。小短腿，我这大长腿真的有意思。都不能再长了。加油！
衣服都塌湿了，衣服都湿了。我呀。嗯。你看。哇，到站了。在这儿呢吗？嗯。哪啊？应该是这边。在这边了。嗯。他这边不好上。看情况吧，他应该就是在，不知道是哪个。到站了，又开始下雨了。对对对，你怎么上去的？怎么上去的？哦，走吧。在后面山坡上。哎呦，到站了，今天的露营地。这里就是石人沟，前面是石人沟景区。嗯，我们就不进景区了，这个位置露营挺好的。现在是7点多钟吧，今天它是露营比较早的。再往下走其实也还可以，但是天阴的好厉害，今天又是立秋，大家早点休息。主要是我们今天的补给也没有买，这个有点难弄，只有压缩饼干还有咸菜。看情况，需要买补给，我们就，跟陈阳去前面村子看看一下有没有。要是说不买的话，今天晚上就煮压缩饼干吧。水的话还有2瓶，省着点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大下午的，大家来这里爬山，哇，要歇命了。本身上来想飞无人机的。哎，飞不成了，还是在禁飞区，差不多还有将近到远处的那个山边，就离开禁飞区了。明天的话是往这个方向，高速下面吧，然后过去。下面是一个很小的小景区，全都是烤全羊。走吧，这样的，快跟上。大家伙都已经吃完饭了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顿饭，散伙饭了。明天的话，我可能自己出发了。主要是人多，确实不是太方便，打落了一些计划，还有一些作息什么的，总感觉有点不顺。所以说明天我们几个人就在这里就分开了。祝大家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。从明天以后我们几个人分开了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遇见于北北还有陈阳在旅途。
在这感谢大家支持，以后的话我也不结伴了，可能是一个人走的时候比较多，确实人多了，哎呀，大家的作息啊什么都打得挺乱的，而且特别累，我也考虑了一下，因为我的作息吧基本上也已经混乱了，所以说我再三考虑还是自己走，一个人走不用那么赶，不用那么着急，自己把时间什么调整过来基本上差不多。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以后路上有缘再见。来，我们的 F4 小 F4 加油，是加油还是解散？再来一遍，加油还是解散？F4 加油。